Hello，朋友们好，我是芳芳。我在下元商贸城，一个人坐了一上午，现在中午了，我的肚子饿了，所以我想在这商贸城的五层美食城这里自己买点饭吃。这就腊月了，快过年呀。好多商家已经是关了门了。我逛了半天，我打算吃这个两素鱼肉的米饭，13块钱的。我拿个13块钱的。哦。这好多菜都没了啊。过油肉没了，啊，他炒呀，没了就算了，我再到其他家买吧。你家的肉咋卖了？俩肉。给我拿个13的。两束哈，这哪个是哪个都是素的了？嗯，外面才是素的。这边的这是素的。上面这个，给我拿个豆角，拿个豆角，再拿个土豆丝。豆角、土豆丝还是。肉的给拿点那个过油肉吧。啊？肉的拿过油肉。13。来个大米，15块钱。还有米饭了吧？对了。菜的，一盒菜，这个是米饭，这个是一盒菜，要有一个土豆丝和豆角，然后还有我们山西的过油肉，这个是大米饭，反正人家商家还送了一个这个饮料，13块钱，不贵哈。先尝一尝我们的这个过油肉啊，行了，也可能是我饿了吧，时间啥也好吃，我的手机没有流量，出来付款买个东西都非常困难，一打开流量一买吧，这个流量就是高价流量花的都是。因为我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基本上拍视频、发视频或者是浏览网上的网站都是在家，我出了门我就不开手机。所以我今天早上发的那个视频，就是我老公跟我在娘家翻脸吵架的那个视频啊。大家的有关评论我也全看不到，因为我没有办法上网。我吃了饭，我下午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呀。这我垃圾不掉还是放手机？倒还可以，不咸，肉还不少了，看。
该是中午的吧。说的平常吧，我中午不回去，我老公就打过电话来了，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接他的电话打过来。他肯定很生气，所以我也不敢回去了。其实我上午就想回去的，但是我回去的话，我是害怕他跟我吵架，他动手了，所以我不敢回去。我知道他真火了，真的是不用。到晚上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呀。Thank you.